九江这个茶室啊，在历史上呢是非常辉煌的，它是中国的三大茶室之一，它也是因为因水而生、因水而兴、因水而明、因水而强的地方。五大茶区的茶叶全部集中在我们九江市这边来集散，然后通过万里茶道销往欧洲。总共入驻企业从2021年的3月份到现在有117家，商家是通过线上销售加线下销售两个渠道来的。我们的口号也是去打造这个全国的线上线下交易市场平台，卖全国茶，卖天下茶。我们茶室的话呢，现在目前是3万平方米，那么预计在未来的话呢，会扩大到5万平方米。我们应该是最早一批进驻九江茶室，从2019年就开始了，一直到今天的话呢，大概3年的时间，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哈，因为九江茶室现在是蓬勃发展，然后我们也是跟着九江茶室一起来不断的成长，所以您要说到这个销量呢，我们每年大概是在30%到50%，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递增的趋势。连续去打造这个茶室，我觉得很利于把这些平台进行一个汇聚，然后非常也有利于一些想购买茶的人非常快非常迅速的就知道，哎，我要去哪里买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。平时间的话，我也是比较喜欢饮茶，所以呢有幸跟老师来到了九江茶会，了解到了挺多茶品样式。我相信的话，年轻人会越来越倾向于去喝茶。最近比较火热的围炉煮茶，还有比较火爆的电视剧比如梦华录里面出现的点茶的一些，对我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一些复苏都有一定的帮助，也让我们年轻人进一步的了解和深入这个茶文化。